你觉得他开心吗？他游戏他不赢，他不五个人一块玩，把这把游戏给他赢下来，他能开心吗？你说他能开心吗？他跟人吵架，他能开心吗？他指定不能开心。我跟你们说，他开心不起来，他就是硬开心。其实小丑啊，就是他。地牢让我向往。小丑竟是他，他自己。开心，开心个屁！开心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全军出击！他跟人吵架，他开心？我觉得应该没这种人。小丑竟是他自己。三焰之眼，带护甲。三焰之眼，等他出来啊，到冰堆里再打他。打他一下。一，平 A， 平 A 链儿。平 A， 再 A， 闪现可以。魔法上游，我这波兵不可能让他吃。算了，还是让他吃吧，不让他吃也不行啊。他血满了，关键是这打野不来，那扎克不要到了吗？哎呦，我感觉这波不是那么很好杀啊，插眼的。哎，他怎么还有药啊？打他一套。一上来啪刀啪链点烟啪抠啪回家。他塞拉斯这英雄一套虚区是真高啊，我刚才征服者直接39法术强度，你们看见没有？39法术强度，直接虚区真高啊，塞拉斯。哎呀，来个兰陵汉的苦土。这玩意儿呢，我拿奥恩打过这塞拉斯，可难打了。特别克的奥恩 ，Q 一下，一趴链趴刀趴 ，Q 一下，一过来，一边。
控一波线儿啊，一会儿直接把他大偷了，然后我们直接把他杀了，马上我们升六，直接开大，直接顶他。掏 A Q， 没想到吧？山羊竟是我，你这个不是羊，你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小控一波线儿。他打我，他居然先出小反甲，我觉得他都应该出一个那个死刑宣告都行，那小反甲有个屁用。一下链过来A Q A 掏 A 再 A 再 A， 这波死了，好顶！一掏 A Q 链，吃我那个吃我的针眼，你就要付出生命，兄弟。这奥恩打的塞拉斯实在难打，你根本还不了手，我跟你们说。为什么我的车又没了？哎哈，我生气了，这个鞭真不行，这个鞭。这个鞭的虚区是真低，这个鞭。没人说过一句谢谢。我受够了，我要升个二级的鞭。扣一下。一 A。链儿。扣一下。算了，我们撤。不打了，这会儿让他收兵吧。新英雄那个破败之王，给那个拿奥恩的魂升到14级的话，可以给自己家队友打装备。升级装备。我将创造一个没有主仆之分的新世界。这么猛。我估计得修。那英雄指定全是 bug， 有的人还不信。那英雄组合技能那么多，100%全是 bug， 那英雄10000个 bug 能出来，我都不明白他怎么想的，他居然敢出这么一个英雄 ，bug 之王。塞拉斯本身 bug 就多，你知道吗？同时也是一把剑，或许还能当勺子。扎克的大招好像没什么用啊。链儿，掏，你就是一个刀也不补了呗？行，嗯，偷他一个大来，可以打。羊来，羊过，
链儿，出头，再来一边。这吸血鬼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！这吸血鬼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打不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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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还不信我打不死？给我下当了，我下当多少钱？我们下当150还行啊，我们才150。梦魇下当了400，太贪了，他这个这不应该杀的。山和一棵世界之树造了个鱼叉，那在这个过程中吃他一波塔皮。他都不出塔，我一点办法没有，我都根本我就杀不了他。我都往中路走一走吧。哎呦！我的天哪，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我送塔吧。啊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还能是不是塔杀？谢谢，能不能打不溜？这为什么还是他杀的呀？我服了，这都多久了？拖战15秒，这还不够，我从这儿到这儿，再到这儿，再到这儿，我这么远，这还不够。哎，算了，我真的不去野区了。我发现这帮人就怎么的呢？就是一个兵不补，你走我补刀，你走我补刀，我就一个兵也不补。你要空线，我就根本不补刀。然后你走了，我过来发育，就老这么玩这帮人。然后我们家的队友，这梦魇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我老去帮中，这中路还打不过，没个玩的，好难玩。根本也不打，硬躺。我也不管我到底有多劣势，反正我就永远也不补刀，一刀不补。我也不想找机会，就躺下一呆。你呆吧，我不支援了。我开始无限带线了，我都支援我都不去支援。那队友爱打成什么样打成什么样跟我也没关系，也不赖我们。
不是说补刀，没那么玩的，根本没有那么玩游戏的。不是说这游戏你往塔下一站，他就每把都能赢。我互相叫羊，是不是啊？不敢打了，我怕他们家来人了。哎呀，我操！真累呀、啊。买个沙漏，不买，买巫妖。也不起，塔之子打不死。嗯，又开始投降。我也曾经有过追随者，他们尽力了。这为什么扎克带的是点烟啊？有点是薛微有点着急了。稍微有点着急了。能打。为什么一个人头都没有啊，兄弟呀、啊！啊？啊？没有。
我都有点感到无解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杀他杀不了，人家塔下一呆，我队友不行，我去中路帮又帮不起来，帮一波人家收一波线，帮一波人家收一波线，我就有点搞，有点着急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了。去中路好几波，一点作用没有，一点忙没帮上。没有人，不知道因为什么。然后薛微有点着急了，别打了。找不到机会，能打。扎克打死了，还行。Shut down。你有闪现吗？你还追？你370，他380，追不上，拉倒吧。不出沙漏真不行啊！龙能打，好像能打，能打，这大龙能打，可以。我操，这吸血鬼拿人头拿起来了。自己打吧，下路收波兵。魔法与我与生俱来，让我打死了罪人。小龙没刷，也没东西打呀，一会儿再说吧，先带带线。别送啊！别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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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拿完700就出去送，别死啊！别死！那梦魇搁右边呢，我搁家呢，别打！1000，我起飞！叮，链儿 W 掏 Q 啪，可以。白送，妈呀，这日女儿没打死啊！
天哪！我以为他白送了，没想到是我们白送了。常速低了。这日轮怎么那么那么幼呢？小龙刷了。下件装备沙漏吧，出沙漏。千万别给，千万别给这小龙啊！完了 ADC 死了，哎，打起来，我掏没掏出来，哎，龙魂了。漂亮吸血鬼，下路拆了吧，那边剩一个小黄毛。哎呦，多亏他吸血鬼呀，拿了点银头啊，拿了点银头会玩儿。这吸血鬼呀不会玩儿啊，也就够呛了。还好这吸血鬼会玩儿，看看人家，看看屁，我们九个助攻，他拿了上路拿了多少个银头，我给他打工。看你看个屁！那永恩前期9-0还看呢，我都没放屁，还看看人家。一提这吸血鬼就他妈生气，总共帮了他多少波？他10助攻，后边拿的我能咋整？那我先死了呀！那他们先杀吸血鬼，我死不了。行，我不是承认别人有多难。我承认他玩的可以了，我没有说他玩的不可以，但你别说让我看看他。他没有我，他也起不来。大龙打不打？来大龙吧，要我说。我先把它练了。哎，一没过墙。咋梦魇没来呀？天哪！够呛了，喷他扣了。真会往我脸上贴金，我都不用瞅别的，我就看战绩。奥恩170，永恩19-8。我有啥往脸上贴金的呀，兄弟？我有啥好往脸上贴金的？哪贴金了？贴啥金呢？啊，看看人家，人家中单5杀，我们家中单呢？这回看人家，又开始了啊！又开始了，拉倒吧，我都不能说话。
我们得波波打工。区真高啊，不行，下件装备我得要帽子。干一把啊！一把游戏确实没啥，老喷，老让我看。